知道什么想说，把自己的体力消耗殆尽，然后坐躺认输。轩轩这是说了个寂寞。你看我想理你吗？不接轩轩话的刘文不对劲，让我们来看看前因后果吧。你看我像开心的样子吗？完全没发现的某人，看这小眼球，我好开心，好开心。然后呢？怎么哄？木乃伊，你是拔智齿吧？刚拔完智齿，告诉你。现在手里开心了，他不是开心了，他就说就是Nice。